受寒流影响，过年期间中国大陆东北部分地区气温跌破零下40度。根据观测，内蒙古北部的图里和满洲里日前气温分别降到零下46.9度及零下44.9度，黑龙江北部的漠河也只有零下44.4度。世贸组织决定维持之前的一项裁定，即北京方面限制原材料出口的政策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。之后，欧盟要求中国放宽对稀土原料的出口限制。星巴克周二宣布，从周二起上调中国大陆部分产品价格，这无疑将加剧市场对未来餐饮类价格继续上涨的预期。星巴克表示，咖啡饮料单价将上调人民币2元，牛奶或豆奶单价上调1元，巧克力饮料则上调3元。大陆杭州中级法院今天开庭审理杭州异议人士朱渔夫，检察官单以朱渔夫写过的一首诗作为证据，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起诉。朱渔夫这首诗呼吁大陆民众前往一处公共广场集合，以表达自己的立场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